当什么用心？快点啊！我真的快爆了！到底谁是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啊？你想知道？我想知道啊！谁不想知道？大家都想知道，对不对？你们想不想知道结果？没有回应啊！想不想知道？这边不想，这边不想哎、欸！哪一招？好啦，那我们不管想还是不想，我们还是得要公布啊！好，第三名。我问你哦，到底第三名是谁啊？我们的第三名就是，恭喜我们的陈雅琴、陈佩玲同学，他们获得114.5分，恭喜他们！我们请玉人评审为我们颁奖。吴航、杨承泽同学获得最高分数是120.5分。我们有请李宇环老师为我们颁奖。辛苦的评审们特别感来公平，掌声尖叫！
最后，如果你爱唱歌，可是你错过了这次比赛的机会，或者是你其实很会唱歌，只是你这次失常或者是紧张失误了，那么就欢迎你下次再参加我们的中明红人杯歌唱大赛。我们今天的比赛就到这边结束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喽。